厉害厉害厉害哈、啊！那个，我们开始一人唱表演才艺吧。嗯，哦，好，我唱唱。咱们来，咱们先说好完整的还是伴手的？都行，看自个儿，看自个儿。好，看自己状态嘛，能唱个一首就唱个一首，能唱个伴手我们就唱个伴手，没有那么多说吧。好，那我就，我都行。我唱啥？像我这样的人吧，我唱一首。好 ，OK。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去换一身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开工，朋友们，谢谢谢谢，送祝福去开工哦！感谢江湖哥哥，谢谢江湖哥哥，好听，好听，好听。我唱一首，我唱一首，嗯，什么东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嗯，没关系，我唱一首我这几天刚发的一首新歌啊，大家可能没听过，然后九号刚发的一首，宣传宣传我的新作品，嗯，感谢大家支持，谢谢，太好，太好，肆意的有新歌听了，风。命中有你啊，一会儿唱哈，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菲尔家很多朋友过来了，感谢大家。从不招待某天坐了起来，想让世界知道我的存在，陷入了人海把灵魂的掩埋，等天真有一闪闪血掉进去的坑怎么爬出来，孤单的路灯等待黎明到来，若一时冲动那不是意外，也不问一句该不该，我活得自在不听谁的安排，这辈子我只想唱个痛快，山靠着自海我承认是状态，就让那肆意的夜风
来。相貌也平平，都不那么聪明，要分心也许只能等奇迹，不需要伏笔，忍不过就逃离，转身那一刻必须要如你。如果这一生这样走到底，是否也会有什么值得回忆？就算要经历更多风和雨，依然会记得这一句，我活得自在，我听谁安排，这辈子我只想找个痛快，身靠着四海，不承认是主宰，就让那肆意的夜风吹来。我活得自在，不听谁的安排，这辈子我只想唱个痛快，身靠着四海，不承认是主宰，就让那肆意的夜风雨下了起来，收散所有不爱，让破碎的彩虹重连着山海，随着风摇摆，夜色不知灰白，做那个会放声大哭的小孩。谢谢，谢谢大家，真好听。我这个歌上头啊，一听着，对，太好听了。我要去学，谢谢大家，谢谢。嗯，好，高音完了，来一首也是最近一首新歌，但不是我的新歌，别人的新歌。别人，野花做了场玫瑰花的梦，送给大家。啊，也带野花哈，我是野风，你是野花。再怎样努力得出逍遥，变成天鹅也只是在童话。我将满山遍野开满了花，等你好多春秋和冬夏。放弃了一直呵护我的沙，相信你可以陪我到天涯。脸红过后只剩下红着眼掉泪花，爱过也恨过的我就像一个笑话。野花做了一场玫瑰花的梦，原来你和我只是短暂的相拥，掏了心拼了命也没能让你感动，把我留下吹冷风到千疮百孔。野花做了一场玫瑰花的梦，他什么都没做就赢走你心动，脱了情负了爱，却换来彻骨的痛，寒透的心再不能解冻。谢谢大家，谢谢、好了，咱们快进一下，我看看的梦，原来你和我只是短暂的相
谢谢。好听好听，第一个男版太好听了。那我也来一个，来一个我自己的歌吧。大家这刷屏都已经刷得冒烟了，那我来一首我自己刚刚也是出了一首歌叫《天各一方》，送给大家，也送给我们几位直播间的每一位家人朋友们。今天真有二福。酒肉惆怅化作热泪两行，可你的笑容却在眼前晃，告诉我你也曾为爱痴狂。多少回一个人熬到天亮，夜雾弥漫彻夜长夜清凉，可离别的痛却无法隐藏，像根针扎在我的心上。酒杯太浅，听不到来日方长，想念太短，染不尽万千忧伤。我们哭过笑过，如今红一场，到最后终究是天各一方。酒杯太浅，驱不散内心惆怅，想念太短，追不回往日时光。我们爱过错过，也情深意忘，还不是他不懂，人走天凉。多少回一个人熬到天亮，夜雾弥漫这一场夜清凉，离别的痛却无法隐藏，像根针扎在我的心上。酒杯太浅，君不到来日方长，想念太短，染不尽万千忧伤。我们哭过笑过，如今红一场，到最后终究是天各一方。酒杯太浅，驱不散内心惆怅，想念太短，追不回往日时光。我们爱过错过，已经红一往，还不是逃不过人走茶凉。酒杯太浅，经不到来日方长，想念太短，染不尽万千忧伤。我们哭过笑过，如今红一场，到最后终究是天各一方。酒杯太浅，驱不散内心惆怅，想念太短，追不回往日时光。我们错过爱过，也情深意忘，还不是逃不过人走茶凉。简师傅，谢谢大家送来的礼物，谢谢，大家有感情啊，好听。其实我都有点紧张了，你们唱歌都太棒了，你好有感情，好听好听，很稳啊，很稳，听起来感觉很稳的，嗓子有点哑。咱们都给点关注，朋友们。是任老师，你给我点关注，我可喜欢你了，点了，刚才我们连上我就点了。还有，小美女，记得给我点关注，你唱歌。我点了，我已经点了，我跟两位老师都点了。我也给我们。玉墨点点关注啊，谢谢三位老师，三位老师，对，我还好，我不算是，我算是那个啥，在我心里面，云朵老师真的就是，是那种重量级的，真的重量级的，对，没错，没有，谢谢过奖了，跟大家一起学习，谢谢好犀利啊，介绍两位大咖给我认识。其实齐丽老师啊，我应该这么叫齐丽老师。其实他带我认识也认识了好几个朋友了。其实我以前的时候打 PK 啊什么的也很少的，现在还多了一丢丢，还多了一丢。以后经常玩我们啊，好，经常玩，以后经常玩，各位老师们，好嘞，太幸福了，太幸运了，好，拜拜，好嘞，改天再玩啊，好，拜拜，拜拜，拜拜了。
老师啊。嗯，好，拜拜，菲尔，拜拜，羽毛，感谢。拜拜，老师，拜拜，老师。谢谢啊，感谢我们抗癌战士哈，谢谢你，谢谢你破费了，破费了，感谢你的支持啊，谢谢谢谢谢谢老丫头，感谢大家点赞，现在点赞到了500万，我们再继续冲刺一下点赞好吗？再继续冲刺一下点赞到1000万，再下一个就是1000万点赞好吗？我唱一首自己的歌曲叫《命中有你》，刚才有我们有很多这公屏上面有在刷这首歌。啊，命中有你啊，命中有你，最近我发现有很多盗版子在发行，这个可能会去维权，因为这首歌曲呢是我去年发行的一首歌，应该是有大家也是喜欢这首作品才会去翻唱，但是呢自己唱一唱可以的，因为伴奏也是发行了的，但是不可以有这个侵权的这种啊，然后自己录制以后用我的原本伴奏录制了还发行的，自己去找发行，这是没有权利的。谢谢啊，感谢大家喜欢这首《命中有你》。一生要走多远的路程，从哪里来呀到哪里去，走过一路风雨千万里，只为梦中那双眼神，一生中会遇见多少人，谁会被遗忘，谁又被想起，旅途中我不停地找寻，只为遇见你，我相信命中有你，我相信冥冥之中自有注定，我相信命中有你，一生一世的缘在一起，我相信命中有你，我相信冥冥之中自有注定，我相信命中有你，岁月不老，爱不离弃，这首歌难度不是特别大，又简单啊，非常简单的来描述啊，来表达，用心去表达了简短的歌词。一生中会遇见多少人，谁会被遗忘，谁又被想起，旅途中我不停地找寻，只为遇见你，我相信命中有你，我相信冥冥之中自有注定，我相信命中有你，一生一世的缘在一起，我相信命中有你，我相信冥冥之中自有注定，相信命中有你，岁月不老，爱不离弃，我相信命中有你，我相信冥冥之中自有注定，我相信命中有你，一生一世的缘在一起，我相信命中有你，我相信冥冥之中自有注定，我相信
命中有你，岁月不老，爱不离弃。来，继续唱一首《我要我们在一起》。看见满天星辰都是你，万家灯火还是你。你说漂泊的人最珍惜是一个气息，管他明天会在哪里，我要我们在一起。世间最美的声音是你的呼吸，笔墨丹青都远远不如你那倾诉的曾经。我说经历怎样的困境都会捧你在手心，雨过天晴的时光里将是满满泪目的回忆。我愿我的歌声里轻柔的呼吸吹拂着四季，浅浅注视撩人的难题，也能给你前行的勇气。我愿你的歌声里深藏的秘密轻敲着四季，轻轻触摸柔软着大地，也能舞动夜空的流星。小迪来了，我不敢接，因为我没有次数了。给有云端音的给他说一声，云端一给他收一声。世间最美的风景是与你同行，看见满天星辰都是你，万家灯火还是你。你说漂泊的人最珍惜诗意的气息，管他明天会在哪里，我要我们在一起。世间最美的声音是你的呼吸，笔墨丹青都远远不如你那倾诉的曾经。我说经历怎样的困境都会捧你在手心，雨过天晴的时光里将是满满泪目的回忆。我愿我的歌声里轻柔的呼吸吹拂着四季，句句都是撩人的难题，也能给你前行的勇气。我愿你的歌声里深藏的秘密轻敲着四季，轻轻触摸柔软着大地，也能舞动夜空。我愿我的歌声里轻柔的呼吸吹拂着四季，句句都是撩人的难题，也能给你前行的勇气。我愿你的歌声里珍藏的秘密轻敲着四季，轻轻触摸柔软着大地，轻触摸柔软着大地，也能舞动夜空的流星。云朵上了梦啊，哎呀，都在飘屏点歌了呀，一个云朵上的梦，一个来先唱个云朵上了梦，唱一半行不？哎呀，大哥不想唱，因为高、这不是伴奏、
歌都是回家的路，每天思念在这儿都是飘向高啊，这歌每一支牧歌都是回家的路，每一片思念都是飘向的音符，远方的人啊，梦里回故乡，人在天涯外心意再归途，眷恋都是开花的树，每一片落叶都是我的倾诉，无论有多远，无论在何方，永远不会忘故乡的轻松一些，但是我们假声肯定没有这么，就是
真实，就是假声唱会柔美一点，就不会有这种原声态一点的这种，将就吧，再唱哈，唱完了，谢谢大家。音准的也不准，因为没有加那些修音的那些软件，但我喜欢这样唱，就是不管是音准好也好，不好也好，大家看到最真实的状态吧。现场唱，现场去听，总有那些有一点点音准的这种，这就是可能就是现场的一种魅力啊。当然现在技术也很好了哈，加上技术也很好，我还是可能是老练，喜欢这样，不想加那些特效。谢谢啊，谢谢，谢谢大家。哎呀，让我休息片刻。过奖了，过奖了，谢谢，谢谢。啊，我真热了。刚才有几个连我的没接，因为我没有次数了。我们到这个十点钟连都行啊，十点钟连两个都行。小弟来了 ，Hello， 大美人儿呀，怎么听不到声音呢？听不见吗？坏了，喂 ，Hello， 你能听到我吗，亲爱的？听得见，我能听见你的，可以的。他能听到我，可是我听不到他，哎，咋回事？再挂一下重连。啊？这是怎么回事？挂一下重连。朵朵，你等。我已经懂了那个意思了啊。实力加颜值，这把夸的，谢谢大家的人气票。有人说我不好看的，苦瓜脸的，哎呦我的天哪，各种说我什么老了，我都形容不出来那种语言。我们这大部分发现还是有很多素质高的，虽然我知道我播的没有那么漂亮，但是也谢谢大家让公屏上看起来好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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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唱哈，马上一会儿唱那个《一万种情缘》，一万种情缘。他不连我，我连他，我录不到我时间。喂 ，Hello， 我还是听不到，咋回事？朵朵，你。你这样，你要想连别人，你先连着，然后我找那个调音师立刻就进来给我远程。我应该是关了一个什么地方，就是他们都能听到你的声音，我很快就连过去。但是你也别耽误你的事儿，你要是连他们也照样连也行啊。你再调，我先找人。你要是还忙着空着，我就再连你。不用挂，我找人就行。我们找四个人的，四个人就现在啊，挂了给。哒滴哒滴哒滴，多多是以为最
找谁呀、啊？我不知道找谁。树晨很久没连了，我连一下。哦，不过树晨加十了也厉害呀、啊，被拒绝了。嗯。嗯，朵朵 ，Hello， 他们说你让我先别退，我现在还听不到你。辛苦你来组局，我这边马上调。Okay. 嗯嗯。好，小川，我给你开远程。找谁呢？找谁呢？心痛啊！小川。远程。找谁呢？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找不到，不知道找谁，他能找一个就行了。好多人呢、啊、我这里很多人，但我不知道怎么找。啊，老雷刚才连过我，我没接，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因为刚才我没有次数了。我找不到人啊，可乐有时间吗？哦，也有和其他人连麦了。不知道。流程大欢呢？大欢在播吗？问题是未开播啊，大家怎么在节奏呢？一直不知道别人在没播、啊、你就叫我点。Hello， 阿依莫，云朵老师，好久不见。你好，小迪老师。小迪那边在调试，他这会儿没声音。哦，他没声音哦。他对这个有老师在给他调试，他听不见我们的声音。嗯，我们再找个人。好的，云朵老师，我今天要唱云朵老师的另外一首歌。我的主打歌现在全是云朵老师的歌，是吧？哪一首、嗯？我今天给你唱《一万种情缘》还是《有生之恋》？你想听哪个？都可以。终于好了。哎呀。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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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迪老师，我好喜欢你哦，很久以前就给你点关注了。谢谢。我在找人啊，一直找不到人。我来拉一个。你拉一个呗。我来拉一个，他们说陶文娟在是不是？然后。主要很多都平时。很高兴认识你。我也很高兴认识你。陶文娟是不是？
谢谢朵朵让我认识新朋友，没连过、啊、你们。谢谢运动啊，没有没有，我们第一次。但是我很久以前就关注他了，因为他我好喜欢他的穿搭哟，然后他录的那些视频我都觉得好好，唱歌也好听。我很早以前就关注他了，叫高级高级迪，嗯，高级迪是的，他那些视频真的是高级感满满。别逗我，朵朵。就是的。哎，唐文娟没有接哎。那就不连他了，这么好的局他不接。嗯，那我们再换一个人喽。书城刚刚唱过吗？没有。我真是不好找人啊。组四连可费劲的呢。是啊，我们现在三缺一。嗯哼。朵朵，刚才我在弄声卡的时候，他们说你那边找人抓瞎，很忙碌，没有合适的。对，你辛苦了。没有，要不我连个男生，我看他接不接哈。八筒是谁？我也不知道了，我很少连的。哦，来，我们找个男生啊，王家哥，你好。你好，云朵老师。你好，王家。阿一墨还有小迪，你们都连过吗？王家哥，好久不见。我连过，我们都是好友。嗯，都是好友，都是唱歌的主播。对。嗯嗯。王家也好久不见。嗯，那我们、那我们唱歌 PK 唱歌。对，唱歌吧，四三二一，好喽。好，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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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放一个十分钟。那就开始了。嗯，十分钟。好，那我们闭麦、开始吧。好好好，开始十分钟。嗯，好的。一会儿见。哇。呀，发都没发。发都没发，都开始了。我来，我来，我来。我发现东辉都弱，都弱又旺，我来最快。家们，这是不是你们期待的高端局？好了好了，谢谢。孔小迪。闭麦了。谢谢我们所有云端音，谢谢大家，好多五二零人气票，还有风声哥一三一四，谢谢三组风声哥上了一三一四，谢谢五二十五组，哎呦我的啊，上五组一三一四人气票，大家如果有可以的话，一三一四人气票也可以，然后这个五二零，最好就是600张以上吧，六百张以上。人气票，感谢大家600张以上，谢谢水火哥哥，水火帅哥哥一三一四人气票，感谢楚辞漫游者，谢谢大家，谢谢友，感谢谢谢漫游者，谢谢皮朵多，谢谢，谢谢大家，感谢大家一起冲刺人气票喽！谢谢。谢谢大家，人气票哇，上来就我们排第三名了，好难哦！哦，可乐第一名，可乐2640人，啊，可乐家的阵容太狠了，哇，第二名600多人，我们2000多人都没有打过呢，第二名第二名才600多人，680人。
谢谢大家，我们每个人尽量打满一下600张，感谢大家所有参与我们人气票的新老朋友，感谢我们云端以及新朋友，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人气票啊，谢谢东海龙啊，感谢，谢谢我们，谢谢龙的天下，感谢，没，谢谢50、100的事，谢谢大家支持啊，感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我们新老朋友的人气票，谢谢大家人气票，人气票，人气票，谢谢大家的人气票，600张，是的，最可爱。这个节奏跟心跳似的。谢谢我们冲刺人气票，每个人尽量打满一下600张人气票，感谢大家支持，谢谢，打满600张以上，谢谢大家，那一两张两三张都行哈，如果有条件可以到600张，600张的话打满，这样的话人数我们到第二名了，我们继续冲刺一下，2749人了，我们到第二名了，谢谢，谢谢空谷，感谢520啊，谢谢，还有我们宋本利，感谢，谢谢大家，谢谢金生，感谢我们随缘，谢谢流浪的，谢谢，谢谢，感谢我们所有云端音新老朋友，感谢大家的人气助力票，谢谢，10点到11点我们助力人气票，感谢大家的支持，希望我们冲刺到第一名，今天有没有机会，谢谢大家，冲刺到第一名，谢谢大家，组合520很多啊，感谢感谢，谢谢，谢谢风轻云淡，云淡风轻的会员，感谢，谢谢大家的会员，
谢谢今生有，感谢今生，谢谢谢谢谢谢老林。谢谢有时间的朋友继续点赞，到733了，我们冲刺到1000万点赞，谢谢大家。本场连麦还有1分30几秒，30秒。小迪迦会偷塔的，小迪迦最近实力非常猛，真的。我们加热直播间，加热直播间，让我们的直播间红红火火。加热直播间点赞也是支持啊，谢谢大家免费点赞，对着屏幕免费点赞也是支持，感谢。对着屏幕点赞就好了，对着屏幕点赞就好了，对着屏幕空白处的中间啊，空白，对着屏幕没有文字的地方点赞就好了，任意一处，右下角，右最右下角的那个泡泡是往上，往上那些很多小表情飘的那个位置点更好。谢谢倒计时10秒了，守一波，谢谢。谢谢所有的，也谢谢风声哥，感谢谢谢，哇，谢谢谢谢谢谢风声哥，谢谢飞龙，感谢。哎呀，风声哥你辛苦啊，你一个人在那帮我守塔，真的是。明天休息一下，可以让风声哥休息。让大家也一休息。谢谢谢谢谢谢风声哥，感谢谢谢风声哥的嘉年华，谢谢嘉年华可以引来一波人。引来几千人，嘉年华就是引就叫什么引流的。谢谢风声哥，感谢皮朵朵，谢谢小七，谢谢阿杰哥，感谢世界永恒，谢谢我们小瓶子水火哥，感谢我们友，感谢王者电竞，感谢风之狼，谢谢我们所有云端音，感谢大家的人气助力片啊，谢谢冲刺人气啊。是谁的？好好听，我的，好听，哦，好有激情，就是很洋气的那种，有激情，好听啊、嗯哦！我一看看他们放的是哪个音乐哦，这个，好听，你在打人气票是不是，朵朵？嗯，对，嗯，谢谢，谢谢，是这个，谢谢所有家人们，那我第一名哦，我要先唱哦，我唱一首《一万种情缘》吧，云朵老师、啊。好的，我们云端音最爱的一首。太好听了，这个歌。今天在老师面前，就是唱这首歌有点压力哟、哦。哪有？这特别。我们掌声给我们阿姨莫点点关注。不期而遇，不轻视你，还有那跋山的夜雨。书到崎岖，春来冬去，犹如时光的记忆。蓦然回首，不问归期，摘到在我心中延续。那山水有气，你的美在我千百个梦里，一万种情缘是因为你，剪不断理还乱。
完吧，好，伴奏有点大声，还好。心跳有点加速，老师可能有点紧张。晚下课，我的心跳刚刚砰砰砰，感觉。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你好了要，你好了还砰砰砰呢，我都要不跳了。哎呦我的妈！哎呀，阿一莫的那个话筒好像不知道唱啥歌啊，跟原来的那个那个调是不一样了。谢谢狮子哥，是好了还是不好了？这个压缩有点多了。压缩吗？对，嗯，哦，就是声音的真实性不够了，就是压的有点，就是压的有点狠了。对，我最近在找那个调音师，我重新调一下，有点人声、嗯、是的，是的，是的，爆了，嗯，是的，我要重新调一下，老师，嗯，到时候好听哈，还是好听的，嗯，只是谢谢只是可以更那个一些靠前一些。谢谢柿子哥，嗯、哎呀，好听哦，大家给阿姨们点点关注。这啥玩意儿？这是叽里咕噜的。叽里咕噜，这礼物我都没见过。对，我也没见过，可能是大哥给的药费。故意就搞笑一段是吧？故意显得真唱。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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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效果。此生那么
起你，月亮，月亮般的眼眸，荡漾我心中的那面湖泊。风儿走遍巴拉格中的角落，让我来找你，此致拉我。我听见山谷里的小河，唱着你心中的那首情歌。哦，此致拉莫，哦，巴拉的花朵，你的心是这个世界上的一方净土。都给我扒拉丢了吧，词儿，你瞎扒拉啥？你快去一边去，你真的是。谢谢，感谢大家。我就唱一段吧，我这词儿有点丢了都。哎呦我的妈！王恰哥，你的方式声音很好听哦。嗯好听好听，家人们。嗯。天天看着。那这个歌每次唱的挺好的，咋回事这词儿啊？哎呦好听的，那个没事儿没事儿。这是声音好听，反正不好意思了，你们能看不出来吗？啊，声音好听啊，声音好听。来，我唱一个我最近的新歌。新歌我就唱，新歌我这会儿就不唱了。出了一个新的摇滚，是不是？是的。啊，还要唱吗？我还想，柔一点呢。你随便，你随便，你想唱啥就唱。行，推吧，来，推新歌。啊，摇滚的，我的妈！我听那个《花开了》那首新歌，但是没听着摇滚的这个。对，我刚刚说想唱《花开了》呢，但是呢，我这两天刚好酷狗新歌榜上这首歌在啊，《肆意的野风》，《肆意的野风》，来，我给大家唱，刚好九号发了一首新歌，家人们，我们点赞啊！好像现在连麦我都唱这首歌，大家只要没听过我就唱，听过我就不唱了。坐了起来，想让世界知道我的存在，陷入了人海，把灵魂都掩埋，但天真遇上现实的无奈，掉进去的坑怎么爬出来，不单的路灯等待黎明到来，有一时冲动那不是意外，也不问一句该不该，我活得自在，我听谁的安排，这辈子我只想唱个痛快，身靠着四海，不承认是主宰，就让那肆意的野风吹来。想熬夜拼命又不那么聪明，要分心也许只能等奇迹，不需要伏笔，忍不哭就逃离，转身那一刻必须要用力，如果这一生这样走到底，是否也会有什么值得回忆，就算要经历更多风和雨，依然会记得这一句，我活得自在，我听谁的安排，这辈子我只想唱个痛快，身靠着四海，不承认是主宰，就让那肆意的野风吹来。我活得自在，
受不了了。好听好听，我好喜欢这个歌，我好喜欢这个歌。啊、谢谢。很疯狂，这个歌很燃，对，很洋气，好听。嗯，抖抖唱这样的歌也这么棒。这跟云豆老师以前的风格好像都不太一样。原来也有过这样的风格，只是大家没有听到。嗯、对对对，好听的，好听的，好听好听，谢谢。按说对，按说云朵的菊应该唱，就像阿依莫宝宝刚才那样，要唱云朵的歌。但是我会朵朵的歌比较有限，那我今天呢也唱一个，我今天也唱一个跟西域风格有关系的歌，然后叫做。阿瓦尔古丽、哦、好听，好的、哦、好的，对对对、哦、阿瓦尔古丽，好的，送给大家。嗯，哦，我骑着马，阿瓦尔古丽，嗯，对。很久没听这个歌了，很久没听，就是都很高级，歌声也很高级，真的好好听。你一来，你一来整个，哎，这个高端卷儿，把我给整稀碎。王嘉哥，你也很棒啊，我们都很棒、啊。就老师们就都唱的好听，是不是啊？都唱的很好听的。真的，我每次跟云朵老师连麦的时候，我都很紧张，真的，这是实话。我都想把最好的，就是我唱那最拿手的歌曲，然后带给他的直播间的人来听哈、啊，就这叔叔阿姨们，然后还有，并且人家是专业，别人我还能糊弄一下。哎呦我的妈！一听，哎呀，反正今天整稀烂。
啊，不好意思。没有，你的声音很好听，你的声音。哎，我也紧张，主要是朵朵的票就比较高。朵朵家票太高，我就很紧张。你都紧张了，我怎么吼啦？天哪！我今天可别，你也很多票，你们都紧张了，我怎么吼？你喜欢刚才这个歌，刚这个歌吗？这个调调，我第一次在连麦的时候唱，其实也是刚刚学会的这个歌。啊，对对对，刚刚学会啊，这个。对，我原来在新疆，我就听过听过无数，无数版本的，是不是？无数，对对，无数次了，无数次啊，嗯、就是对对对，真的很好，所以听得很亲切，因为这样的作品，对，因为听了之后觉得、我今天还专门发了一个这个小视频，因为一听以后就感觉到了，就是那个，哎，就是听得很踏实，有些作品就是这样，谢谢欧阳叔叔，因为那个二娃鼓励这个。现场也好，听到录音的也好，都比较多。就是好听，好作品嘛。好听，对，没错。然后你唱出来又是另外一种风格，因为原来听的都是这个男生版本的。对对，男的唱的比较多。对，你的是那种你自己的这种处理方式来表现，也好听，也好听。就是那种高级的，谢谢，谢谢王佳，谢谢王佳，你不用紧张是吧？这个紧张啥呢？你云朵姐姐是这样子的。好，下次那个一定会。而且你的声音很好听。其实我也会有点紧张，我每次连到云朵老师都会有一点紧张，从刚开始的10分紧张到后面的9分，到现在可能还有3分吧，再连3次可能就不紧张了。我唱的也稀烂，我有时候就是因为这个音准也不好，然后唱累了以后管他了，就这样唱了。这就是现场，现场的魅力就是这样子。你现场哪一个歌手不会出点错呢？对不对？是现场就除非老师现场的魅力，没错。那不是连不是说一次是吗？就连好多好多次了都。对，好多次了。就是包括小迪姐都是好多次了。我第一次连到小迪老师。阿姨莫唱的也很好，我关注他很久了。谢谢。如果说，因为我们家人们总说我不会穿搭，到时候我跟小迪老师多多沟通，我要多学习他的穿搭，老高级了。对，云朵老师，真的真的，云朵老师在打人机票是吗？没事，没关系的。没关系，行，那我们就下次见吧。好的，好的，下次见。好的，小迪老师，云朵老师，我加他了。好的，我有时间再玩啊。一起玩，好的，拜拜，哎，谢谢大家，感谢，谢谢所有云朵音，人气变大的吧，四下来吧吧，哎呀，怕的人气变我的声音都没了，我的人气变害的我声音都没了，好，谢谢大家人气变。谢谢谢谢谢谢所有云端音，让想让我唱个啥呢？林萍姐姐连我了，我得接一下好吧。哎呀 ，Hello， 林姐姐，林老师，你只要萍姐就好了。啊，看一下啊，我本来要下播了，但是呢，我的家人们说云朵一个人在，要我连你，因为大家特别喜欢你，你知道吗？哎呀，谢谢。今天你看啊，我是8点多开的，然后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连他们几个人了嘛，一直就给我打的说要连云朵云朵，然后我刚看了一下你好像也是跟4个人在连，是，所以我就放弃了。然后呢，我刚刚准备说我要下播了，最后我突然要看到你，我说算了，我一定要连一下。哎呀，真是好久没见，就是好久不见，好久。我经常看你和齐勇老师连麦的。那齐老板这个齐老板总是非常谦虚的，就我们就连上了，连上以后呢，他就就是实力不允许他太谦虚。
你很棒啊，你真的是很棒。我跟你说啊，这个 PK 也很棒，唱当然呢是更棒。我觉得首先是这个哈，你看你的唱，你的歌都那么大的歌，但是我跟你说，你坐的唱，你还气息那么稳。这一点我觉得很令我们这些老同志汗颜啊！哎呀，萍姐，你别跟这样说，不行不行，我经常跑调啊，有时候气息不稳，气上不来，唱多了以后吧，就缺气，你漏就上不来，我就经常跑调都不在调上。没有，我听你每次跟他连的时候，真的唱的歌，因为他我比较了解啊，齐老板。是一个特别对音乐哦，是一点就是不马虎的一个人，唱得好就是好，唱得不好他可能就会皱眉头，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所以他是很欣赏你啊，对，我们都很欣赏啊，就是彼此都很欣赏，彼此相惜。我当然说，我说云朵，那以前我们在做电视节目的时候老在一块儿，对，后来你开直播，他们说做得特别好，就一直就没连，就上次连过一次啊。对，王文艳老师拉过一次，王老师，咱们俩就哎，对，就再没连过。是的，我老看你的，对，因为我老是小号刷一刷的，看你学习，主要是学习。可不敢，可不也这么讲，过奖了，真的。真的是学习，我跟你说，这个抖音平台跟别的还不一样，一个是你的这种亲和力，包括你的就是说大家对你的这种喜爱，它不是说平白无故的，对吧？你看什么时候唱歌，它总是第一位的。你在那儿坐着也不急，他也是慢悠悠的，但是也不像他们那样啊，立刻给我上票，你从来没有四平八稳，但是大家你看你的人气那么高，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学你这个，你知道吧？啊，你也很稳的，姐，这个稳不行，我有时候也瞎发个疯似的，因为我一直找不着直播间的状态，不像在舞台啊，要演出那可能就是四面八方照顾那个舞台，那我还行，这个还行。就是在直播间一直就不行，真的就是人气做不起来。会慢慢好的，还没适应，估计还是我这个就不慌不忙的，反正很多都被为帮我就为我着急，为我着急。不着急啊，你就谁给你着急啊？替你着急啊？对，我们家这边所有的都啊，他都该拉票了。你不用拉票，你的大哥大姐那么多，守护你的人那么多，我跟你说大家守护你呢是因为喜欢你的歌，真的是，还有你的性格，所以这一点尤其是就是这种，哎呀，女孩子中的就是这种，我觉得女人最好的状态就是这样啊。我萍姐把我夸的，我真的就又淡定，真的又有业务又有颜值，你说哪个男人不喜欢啊？守护是应该的呀，真的是特别棒哦！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脸红了，我要。没有，真的，你是做的特别好，包括我那个助理，你知道吧？我那个助理特别欣赏你，他每次就我不想播的时候，他说：“你看看人云朵老师，真的，人家也不那样大脚大汗。”因为我有时候跟他说，我不想播，因为我不会 PK， 我不会说，我不会拉票，你知道吧？嗯。他说也不是说所有人都要拉票的，人家云朵老师坐那儿，我那个助理特别欣赏你，真的。他说坐那儿，他应该也认识你，做演出的嘛。然后他就说人家坐那儿也四平八稳的，也很好啊，该上票上啊，该唱歌唱歌。他说林老师你也可以这样啊，所以我就说，跟你连一连，要学一学你那个状态。没有，我是不敢喊，我喊了以后，我怕我尴尬了。我就我看大家有条件，我就上一上；没条件，我也不敢特别。很好，很好，就是你这个性格，我跟你说，别说男人喜欢，女人都喜欢。那你想想，男人更喜欢啊！嗯、希望大家都能够对支持啊、哦！谢谢。哎，对，我这个还继续努力吧。就这个不急不躁的一个性格，我从小就是一个慢性子，也慢热。上播以后说啊，愁眉苦脸，我真的不是，就是有时候就是特别慢，就是所有字都是慢，不只是慢半拍，人家说的，我就慢好多拍。没有，我觉得你就是那种大家闺秀，真的挺好的，端庄，啊、就是女孩子，我觉得该有的样子就是你这样子，真的是。哎呦，我的萍姐，我萍姐姐，我一直夸我，就不好意思啦，谢谢。我真的是谢谢支持啊，谢谢。就是我也是特别欣赏那种有才华的，我所谓的说的有才华，就是唱的好的，真的是，就是唱功你是摆在那儿的，毋庸置疑。
然后这个性格，我觉得开直播像你这种状态做到这种境界，真的不容易。啥境界？我真没有境界。你看你也不会说打 PK 那都拉票哈，或者是说像他们会聊那种哈，你不用啊。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就是说能做到你这样，我就觉得我哎呀，有时候也着急，有时候也会喊，就是大家你喊吗？我从来没见过你喊啊。喊呢，喊的。真的吗？你是不是喊一下让姐见识一下你喊是个什么状态？喊啊，我。哎、就啊，我也不知道咋喊的，就哎呀，挺好的。我这样吧，是我们两个人唱呢，还是说再找两个人？唱一唱歌，哦，还有十分钟，听你唱歌，都行，看有没有合适的人，有没有，哦、你这边有吗？我刚跟他们也刚连过，我不知道你看有没有。你跟那个哦，你跟那个应该熟的。雷振宇在不在啊？哎，对，拉一下他。哎呀，他跟别人连上了。哦，他也是唱的特别好。对对，他也在那儿。我就是喜欢你们这种唱的特别好的人，就是。你自己也唱的好，你就是不过就是你自己就唱的好，然后你也就是喜欢我们能够积极向上、更加努力。我们想。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哦，金池，哎，我也特别欣赏金池。金池在吗？喂，金池啊，哦，金池啊，我在这，我很少，最近没有找到他呢，是吗？嗯，我看我这个上头写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所有云端音。嗯，哎呀，我也不会弄。连格玉啊，格玉，我试试吧。哎，格玉也挺好的，好像我也是听过他唱的。嗯，他是，哦，啊，金池不在，今天不在，金池不在。我看他们播的好晚啊，一两点都在播，哦、真的。啊，对，哈哈哈！云朵老师、黎明老师好。哎呀，格玉你好，好久，你好，好久不见，好久没不见了。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你应该是。参加过那个农渔达人秀的，对不对？嗯，对，好久不见，我记得，我记得你特别棒，唱的，谢谢，是个唱将。哎呀妈呀，好久不见了，老师，哎、对对对，云朵老师好，晚上好，格玉，那么美，嗯、谢谢谢谢，我再找个人，我也在找，嗯，看谁，好久没在，找谁呢？连一下，我看看。你们找还是我拉一个？田毅是吧？嗯。他接了吗？没有。那我这个我看看啊。我这个也不会弄。好，我找一个小姐姐看看她接不接。啊、哦。嗯，好的。没电。一开播就没电来了，程昱哇，哎，好美哟、哦！太好了，程昱好，我在打人气票，我第一次玩，我没经验，紧张死了啊、没事。哎、是这个小妹妹好可爱呀、啊，像十八岁哦。程昱是唱民歌的，对，真的哈。嗯，他是唱民歌，关注上唱民歌啊，先关注哈。嗯，对，嗯，对，应该是中国音乐学院是吗？中国音乐对中国音乐学院，嗯，中国音乐、对，在读吗？我毕业了，哦、我毕业了。我看你，看你像十八岁的啊，美颜开的比较大，美颜开了1000度了，应该是九零后，升级到1000度了吗？九、零后，对，升级了。嗯，那个嗯，反正就是应该跟你们比，应该是有两代人了，感觉。啊，萍姐，你不能讲啊！萍姐，可比没有啊，这么美啊，你还这么这个谦虚干啥？你不说我真的我都我不可能吧？我也是美颜开到100，可没有啊！你这个没有啊！你这个颜色，你看对，我们这时候这美颜拉的，你看这多白，你知道我多黑的，我说这事情已经白人。啊，你皮肤好，我对对呀、啊，云德老师，你是怎么调白的呀？我都就像程昱说的一样，美白的调到1000度了，怎么还白不上去呢？那你可能要换一个灯。
们这样的白色的灯，白灯是吧？白灯，大白光打着。其实格玉啊，我很喜欢你这种麦色的，就是肤色。对，它那个颜色不好看。哎，我在前面我放了三个白灯了，都还是调不白，怎么回事呀？嗯，好看呢，这种特别健康，很酷，对，很健康。专门要去就是去桑拿晒这个颜色呢。对，很多晒的，这是自然的，灯罩健康。小麦色，对，特别好。对，我们还有四个。那我们四个人。好，那我们就才艺一下哈。对，才艺一下。嗯，妈呀。啊，我发一个，我才艺我已经没有条件了，一会儿见了是吧？好嘞，四三，待会儿就才艺吧，就正常才艺好了。好嘞，好嘞，嗯，我是就是说特别欣赏云朵啊，因为好久没跟他连，然后呢、哎、呀一直觉得他那个状态，兄弟姐妹们，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完了完了，我就是不太会拉票啊什么的，你知道吧？所以人家也没有拉票，但是照样做得很好。所以呢也不是说谢谢非要怎么样的，你知道吗？哎，谢谢雅明啊、哦、谢谢你。哎，是我们唱歌那个雅明吗？不是吧，没有他图像啊。第一次欢迎你走进我、啊。那我们闭麦啊，我闭麦了。我们。闭麦吧，闭麦。谢谢云涵朵音1314人气票，感谢大家。我们冲刺一下人气票，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所有云端音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感谢我们所有云端音，最后三分钟我们清空一下，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冲刺最后的人气票，我们现在在第二名，冲刺一下有没有机会站到第二名第一名，谢谢，只差几万了。寒沙茫茫风大遍，青草低头就连月儿空照千里秋，抬头仰望北飞雁，黄河云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人杀，羌笛何须鸳鸯留，春风不度玉门关。感谢我们所有云端音的支持鼓励，谢谢大家。黄河原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人杀，羌笛何须鸳鸯，
谢谢小飞流，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大家，谢谢我们所有一对一，谢谢谢谢哥哥姐姐们，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感谢大家了。哎呀，谢谢谢谢大家一起，最后老板来劲儿，唱这首歌这么来劲儿啊，因为这个真的这首歌啊，再唱一遍吧，让我文化文化底蕴哈，然后在这这种真的，它不是说是网络歌曲大家所听到的那样的那些常听到的那样的作品的东西，真的是这种这种这种东西是这种作品是有根的，有根的，嗯，可以寻到祖先的。再唱一遍哈，虽然有点低。寒沙漫漫风大变，今早低头秋连连，月儿空照千里秋，抬头仰望北飞雁，黄河云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人山，羌笛何须鸳鸯留，春风不度玉门关。谢谢林哥，谢谢我们所有云端音，感恩大家。唢呐吹得想哭啊。
谢谢 PQ 完了，好的，马上好，感谢一下，谢谢风声哥，谢谢林哥，谢谢胡说有理，感谢虎哥，还谢谢我们小瓶子敏儿，感谢我们真相朵朵，感谢光哥，感谢麦多麦多，谢谢麦儿麦多尔麦多，谢谢麦多，谢谢张凡，感谢我们吉星高照，感谢我们所有云端音，感谢大家，感恩你们，谢谢。谢谢感谢啊，谢谢感谢，感谢云端音啊，也来支持我这儿，云朵，谢谢你的家人啊，特别棒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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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条件比较差，就不，嗯，下次啊，有机会也要去到你那边去感谢一下啊，家人。哎呀，不用客气，就是有时候那个这个票并不重要，对，我们为了是欣赏艺术，对对对对，就是票的就走一下抖音的这个嗯这种，嗯。这个流程对我们为了欣赏音乐、嗯、对，而且现在我发现有很多就是专业的这个歌手和艺人都来这个直播，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我也很开心，说真心话，因为我前两年多之前的时候刚好就是口罩那一年的年底十月份的时候，当时石头哥他们这个石头你们认也萍姐认识啊，啊认识认识，然后他一直还有这个红人他们一直让我播，那个时候我就很纠结，我说这个事情是我的我要去做的事儿吗，后来呢他们就石头哥连给我寄了一个搜吧的夜神卡直接送给我、哦、说让我播，我呢当时也不会做那个声卡，我就直接拿一个手机就自己就在那个餐桌上播了。播了，我妆也没化，穿个大棉袄，然后手机就快挨着我的脸了，就大头脸都发给我信息说能不能把手机放远一点，大头脸我就那个样坚持过来。后来呢就有时候 PK 啊，这是我真的不习惯，那个时候就觉得好像非常就是就心里就感觉也有结，也就是嗯就打不开，后来我慢慢坚持后来呢我就管他三七二十一了，我就、嗯、你既然在做这个，然后我就开始就放开一点了，然后我又学，还有那个时候我门连到的专业歌手真的很少，就是不是那么多啊、嗯、就是有时候一连这个特别大的网红我还会紧张啊，我就心里就紧张，就跟舞台上你说上过春晚也好，上过怎么样的大晚会，但是就不一样，我就因为在了另外一个新的世界里感觉，所以我就紧张啊，我该说什么，我该怎么样去表达，后来也紧张过，心跳哇哇哇的啊，怎么办怎么办，嗯、后来慢慢适应了，我觉得哎呀，后来我发现就是我自己还是我自己没有办法去学到他们那种就不一样，后来我才慢慢就找到这种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摸索播，只要是特别不要特别过就好，我想的、嗯、啊，毕竟我们上很多这个像萍姐我们一起经常录节目上的这个央媒还是各种的，就可能还是有一点我们的这种就是往正能量方向去尽量去沾一点这种啊，所以我就慢慢适应了，而且这两年专业歌手越来越多了，专业歌手越来越多，也都是院校各大院校毕业的，那出国这个就研究生的，那小提琴的也好，大提琴，哇，这一下我就很感动。所以我们都要向你学习，对，就是职业歌手开始的时候，可能对这个平台是有一些顾虑的哈，嗯，啊，对，其实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嗯、我觉得最大的收益是什么？认识很多的朋友，新老朋友哈。还有一个就让我们能够不荒废业务，你想三年的口罩对吧，是，如果说你真的是要是没有啊，想哎呀，反正没演出无所谓了，你就会停，那一天不唱咱们哎，对，这个是的，都知道两天三天是十天不唱就完蛋，对，声带呀都不一样，哎，就是我觉得对对对，所以还是要坚持，我觉得你坚持下来了应该说是我们这些职业歌手的榜样吧，就体制内的吧、哦、没有没有，不敢，真的是云朵你做的特别好，嗯，有一阵儿我也想放弃了，就播着播着到了两三千人，然后就特别没信心，觉得，但是我后来发现
因为口罩的时候，那期间我也有演出去跑的时候，我才发现，就是你在直播的时候唱歌，歌就是舞台上一上，就是你长期在练歌啊，就是给逼着自己。说实话，我们就成为一个职业的这种歌手以后，有时候会偷懒，就线下的时候没事儿，对，可能会不会去练身，我就这个习惯。然后一直播以后，逼着自己就在练几个小时了，因为我曾经。没发专辑之前，每一天在录音棚里发专辑之前，那一张专辑做完之前，准备发行的时候，就是唱我们公司就告诉我说，你未来可能要这些高音的作品都会时常的会去唱，你能不能拿下来？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录音棚里面每天唱八个小时，嗓子都一唱废掉一样。但是呢，就那个时候我就找到一个方法，就是你在四个小时也好，八个小时、六个小时也好。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你知道自己嗓子疲惫的时候，你就会去自然的就会去找方法，你就会因为人他会在那个逼到节骨眼上，他会开窍的，是的，逼到一定份上，他就脑袋就会去，就会去就开窍，就会想办法，就是因为你那个时候还得坚持，不可能说我就放弃了，就是那个时候你就会去想办法，就坚持，后来发现我嗓子还是没有坏掉，挺好的。你看，我不是说嘛，你的作品都那么大，没有人几个人能唱下来的。但是你在直播间还一唱好几个小时，这真是练和不练是不一样的。今天又更知道了，你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哪有说天上好？后来没有了，后来我。这个出去演出多了，然后录节目也多了，一年真的基本上都在。飞机上飞来飞去，坐车基本没有，一说唱歌我就心里就会有一点抵触。但是后来从这个直播以来，又开始我又回想起来我那跑演出之前的发专辑之前的那种状态了，就是就是一束火柴，一根火柴你唱多少遍啊，放回去对不对，再放回来多少遍那种状态。嗯，特别好，特别好。嗯，好，就逼着自己练歌。所以呢，所以评检这个票多好，多一好少一好，大家就是听到这个我们这么多优秀的这个艺术家们来到这个平台，给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线上看我们直播的老百姓们，让大家感觉到他们也能够欣赏到那么近距离的欣赏到我们的这些各艺术家们也好，专业院校毕业的专门专修的这些人才的这种高水平高质量的一些作品和唱功。对，我这边公屏上说啊，真是听了你的聊天哈，就说真是胜读十年书，这是很好的经验，就值得，真的是不管是年纪大的还是年轻人，我觉得都要学习。既然来到这个平台，是就是说就像云朵每天这么练啊，都是很认真的在对待这个啊，不是说来糊弄的，所以就是说对我们来说有时候下午也会把歌溜一下的，要唱什么歌先听一下，所以真是这样的，就是艺术这个东西是还是要严谨的哈，向你学习啊、哦！哎呦，我说太多了，向老师们学习，来我来唱吧，我也一直在学习，了很多，来吧，我来唱一首，我看哈，我来唱吧，说什么？萍姐，我先唱，我先来吧，我先来，我这样不样？那个隔壁这样，我们一二三四开始好不好？我先唱，我刚刚唱了一个凉州词，我给大家特想唱一下，啊，没事没事，老师们压轴，我先来，直接给放翻掉了，好吧，来，我可以继续，我下一个。